现在是晚上10点，我明天就要去大厂了。然后现在我要记录一下，大厂之前还是准备一下东西。所以你在干嘛？哎呀，也在收拾行李啊。我不太会用这个，我想给自己找镜头，看到吗？哎，哇，好丑！咱俩，我来。这是你的行李箱吗 ？Yes。你可以一边收拾一边给我介绍一下你要带什么东西。介绍啥？因为我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。好的，你可以来推荐一下给我这个行李箱一个小特写。这个袋子里面全是装的是暖宝宝，真眼罩，哇哦，可以发暖的东西。这里面就是我的药包，什么药都有，只要是药，消炎药啊，感冒药。哇，那你这个滴眼液数量快要超过香恒喽。对啊，我有很多滴眼液。哇，张 Z， 地上一堆快递盒。真的今天会整死。现在可以拍你吗，张力？哇，哎，这个构图简直精妙绝伦。啊，对。来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网购男孩，地上全都是他的。但你明天准备带什么呢，张力？明天，我觉得护肤的东西必须得带。然后，我觉得我重点培养，看他要带一下我的这两本词典。在我离开之前，给我的最终的礼物，好羡慕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小鸟要告诉你，忍得一时愤，终身无脑闷。你解释一下，就是你一时之间的愤怒忍下去了之后，你就可以获得三生三世的清醒。你少吃一口，安定一宿。少吃一点，夜间才可以睡得安稳。什么东西？香恒逃得了和尚，逃不了寺。练武麻烦练起来。天哪，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张力的房间真的很乱。你看，就是这样的箱子有两三箱吧，应该有。他正在急速寻找谚语来反驳你。好汉不打坐婆婆，你不要欺负我这个没有底蕴的人。坐婆婆。Hey Evan。Hey Hello。你现在收拾怎么样啊？明天我们就要走了。我衣服其实差不多了。哎，我看到这个药。哎，这个很好。这个特别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扭到啊什么的。哦，这干嘛了？请问。当天上回去拍自我介绍的时候。这还好啊，喂，这戴上完全看不出来，能看出来，不好意思，我说了假话。哎、sorry， 但它和你发色完全一样。现在我要看看我的东西收拾了什么。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，虽然我还没有把所有东西都归置进去，但是大概有一些东西是我一定会带的。嗨，拍不到你，你看没有头。这一大盒里面装了非常多的面膜。这个东西是我的生命。拍立得，非常酷的。这个傻瓜机，我的宝贝复古 DV 机，还有我为这次出行准备的胶卷。这里面有十几卷胶卷，其中包括了一些罕见过期卷，还有一些电影卷，还有一些普通的家用胶卷。大厂第一站歌。现在马上要晚上12点了，然后。我们基本上已经把自己要拿的东西都已经拿出来了，现在就差最后一步，也就是把它装到箱子里面了。然后进行完这个最后一步之后，我们也马上就要睡觉了。今天的 vlog 到此结束，各位晚安。真的一点，这太难。你现在什么心情？有点百感交集，因为昨天晚上特别兴奋激动，然后到凌晨4点都没有睡着，可能大概睡了3个小时吧，非常激动，不知道等会儿过去会不会看到其他小伙伴，然后希望一切顺利。